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Welcome to this high-level leaders track session. 非常高兴大家和我们在一起。下面我们的题目是，我是一个记者，一名记者。我在 RBS7N 新闻，而且在一家非盈利公司非盈利机构，和全球的记者一起工作。我负责的是气候的一个节目，而且我对高新科技也非常感兴趣。我参加了 Glasgow 的会议，气候大会。我应该说，我们必须尽快的积极合作。我们如果想改变什么，改变气候等等。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我们的未来，全世界的未来，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在用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城市，使我们生活的更加的智能，更加的友好环保，而且各个服务能够更快的合作。非常大家能够打开自己的视频，我们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下面的参加。Piotr Oczko, Jekhe, the Fubujang, Mariusz Skiba, Hashi Katowejzyszy, the Fushijang, Gerbaron, Hashi Amusydam, the Jishu Fuzeren, Hayo, Shangshen, Yuji Sasaki Shenshen, Hashi Zhiben, Newu, Tongshun Bu, the Juguan Jengs, Shetiao, the Fubujang, David Jensen, 他是联合国环境署数字转型工作小组成员，还有他是这个环境可持续发展型联盟的协调员，还有Marta Flores 女士，她是东台频谱联盟主席，非常欢迎大家。我知道我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马上就要开始。那现在首先我想对如下的一个立场采取就是表示你们的看法。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项目，他们是否必须要基于最先进的解决方案？第一位先生，日本的 Yuji Sasaki 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参加这个会谈。我首先想对一些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所做的一个新政策。那这个也涉及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社会的建造，就是那个对应所有的老百姓需要的那个社会。所以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想让这个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这些差距更平衡起来，而且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也想在这些农村的地区更大的程度就是发展这个电子经济的作用。通过这个项目，我们也想对地区经济发挥作用，而且让员工学习这些电子能力，而且第三也是支持那些情况比较糟糕的这些被排除的人，比如说老人。我们做这个项目，我们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个这个
智能农业的项目。这个智能农业项目，它是考虑到很多这个电子数据分析总体的状况，而且通过这些结论，更好的发展我们的农业。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也在使用5G 的作用，比如说，尤其是在这个建筑业，我们在执行一个远程建筑机械控制，比如说在那些比较危险的这些项目当中，我们是进行这样的操作。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跟中小型公司进行密切的合作，帮他们通过这个AI， 通过 AI 和 5G 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而且优化一些流程，比如说那些生产流程、监管流程，还有那些质量检查等这些方面。所以我们一直在使用我们最好的管理，但是同时我们也在介绍一些优化在这些项目，这就是我们所做的。非常感谢。那现在 David Jensen 先生，那非常感谢。我非常同意大家说的什么的。大家，我们面临的目前谈及的挑战，就是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各个机构当中遇到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遇到主要问题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尤其是在我们联合国是为了解决这些挑战，我们有三个方面的。方案，第一，我们是要增加我们的灵活性，我们必须要这些灵活性必须要有智慧的，而且有弹性的，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的这个使用者能够给我们的回复要求，我们按照他们的需求再继续发展。我们也尽量能够把我们的数据能够公开和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公开方案的一个给大家提供方案方。第二个方法，我们能够在新的项目当中能够和现今的基建项目呢能够非常和谐的一起使用，对我们的环境能够更加的和谐，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我们不可能只受一种项目的方法。我们也尽量的能够使我们的管理系统尽快的做出决定，能够让我们新的解决方案能够实施。我们也在想如何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使新的一些新的项目和技术能够最优化的使用，能够获得最好的结果。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最优化的利用技术来解决我们的最优化的方案？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会要互相联系，会有弹性，而且呢互相沟通。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的范围。非常感谢您提出的这方面的方法，这个一个非常好的有利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下面一位是巴尼马尔达小姐，非常感谢大家邀请我参加这次论坛。那么我想我将来的思路是下面一些方面。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在很多2020年一个国家的统计的话，有的地方呢，有的国家呢比较好一些。尤其是中央政府可以说是并没有地方解决的方法好，那么中央政府呢必须要利用他们的机会，给他们更多的创新和从我们的发展看法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挑战是需要
介入新的技术解决方案。我们希望新的科技能够使所有人都能够又可以便宜的，而且让所有人都能够有机会利用。那么我也想说一下这样的技术方案，比方说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等，而且还有这些，比方说虚拟世界，尤其是虚拟世界的扩展。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必须要有个公平的而且是比较便宜的、公平的，让大家都有机会能够加入。我们要创造更多的新的可能性，尤其是新的技术，比方说 5G， 比方说这个无线网络等等。这就需要在我们的推行过程当中有新的规章制度，还有新的一些资源能够在这方面进行推广，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提供这些资源，能够使得互联网的利用是公平的，和这对城市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公共服务的一个方法能够对所有的居民都能够提供服务。那么我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经常应该讲大家都不是都被人意识到，那么最新的科技技术必须要更加快的实施。非常感谢刚才说到一些关于这个非常尤其发展中国家有便宜的方法能够进入互联网体系。下面欢迎一位我的发言人。非常感谢欢迎从高头位置欢迎大家。从捷克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谈这个智能城市或者平衡发展，那我可以说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一直在努力采取这些比较多方面的这个态度，而且多元化的一个态度。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电子化是不够的，为了达成我们的目标，数字化是不够的，而且如果我们采取一些单独的解决方案也是不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采取一个综合 的态度，采取一些综合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或者生态的环境。我们必须要让那些地方 的单位还有中央的单位都参与，而且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这些解决方案他们必须要是环保的和电子化的。所以如果我们谈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态度，也是涉及到 5G 网络发展 的项目。我们第一，我们强调最基本 的一个的单位就是地区 的社区。所以我们通过 5G 要促进这些智能城市的发展。所以我们在这样的项目 的框架之下，我们作为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合作的，跟一些私有公司合作，而且同时我们也让这些民间单位参与，这所有的利益有关方他们提供自己的一些意见，而且给我们看他们的看法，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就是想出一些共同的项目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这样子我们也保证整个社会他在参与我们的项目。目前我们已经在很多城市有那些集中在老百姓需求 的这些项目。这里我想提到三个因素，第一个是人还有社区。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这所有的项目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为老百姓而服务。所以通过这些项目我们必须要 也让这个技术能够更好的普及。第二就是地区经济发展，所以我们看重这个地方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加强这个地方公司参与，还有这个关闭循环经济。第三，
是环保。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环保这一点，就是说就是提高这方面的一个意识，而且比如说这些垃圾回收的一些项目，这个必须要被考虑到在这些项目之内，所以这就是我们比较总体的一个看法。谢谢。非常感谢提出的这些关于中以人为本的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都同意，和我们在一起 Mario Skiba 和我们在一起。是的，我想说的是如何能够在波兰自治政府，那么我用波兰语来说，所以我想说就是从我们的所以我也想说从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层次的一些看法，从我们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个创新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走出去我们的这个地区，我们也必须要促进创新的一些解决方案。目前在就是在最近年以来，我们的地方政府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方案就像石油公司那样的，就是我们非常讲究这些最好的管理方法，而且最好的管理我们研究这些科学管理等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做的，就是我们想要最好以最好的程度就是满足我们老百姓的这些需求。所以通过这个方式，我们也想要以最好的方式对应我们卡托维兹的公民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寻找那些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的这些解决方案。我们也想在同时保证我们的城市是包容的，我们一定不想排除任何人，所以所有的公民都必须要有能力享受这些城市所提供的所有的体现。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究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之前，我们已经知道气候在变化，但是我们的这个文明，我们到现在实际上也没有采取太多的一些实体的措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讲究这一点。我想给大家介绍我们现在所采取的这方面的一些项目。第一个是交通。还有移动这个领域，波兰的这些地方政府跟就是捷克的地方政府很相似。从这个2004年，我们在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花了很多投资，但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解决这方面的所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些就铁路这个网络做出很大的投资，但是现在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在那些更为创新的项目做出投资，比如说那些旨在更好更优化在卡托维兹导航的这些项目投资。通过这个方式，我们想让我们的公民能够非常方便从一个地方到第二个地方，就是的这个运输。第二点就是说，卡托维兹的这个交通是非常就是非常大，而且
这个车辆 的数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通过智力交通的智能交通管理一些项目，我们也想减少交通对气候的一些影响。如果我们谈这个气候，那气候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已经花了很多资源，就是答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还需要更多准确的一些信息，而且我们需要更多反馈，如何这个新的投资如何影响我们公民的生活，而且气候变化。所以目前我们卡托维兹城市，它现在参加这个智能计量的这个项目，所以这是我们这边一个地方公司，它就为我们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跟这个私营公司的合作，我们能够更好的辨识我们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谈生活质量，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城市里面公园的重要性，所以现在我们想保证每个公民对这些公园或者绿色地区的这个介入是更公平的、更平等的。从2018年，我们输了很多书，所以这是按照我们的公民的一些选择，就是我们问他们在什么地方需要，所以他们积极参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跟公民在一起进行了一些复兴的项目，所以通过跟这个公民社会的合作，我们就达成了一些目标。我们知道，最近我们这个货币贬值的现象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不能购买一些商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卡托维兹，我们引进了一个叫做社区商店的网络。在卡托维兹，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贫穷人，现在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一些商品。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想想保证每个地区，这个城市每个地区都有这样的商店，就让他们不需要旅游到很遥远的一个地区才能够购买。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和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挑战。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能源的价格，电能的价格，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或者减少这个现象的负面的影响，我们进行很多家庭的这个热量隔离的工作，还有通过这个一些 ICT 服务，我们也在积累数据。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项目，我们在卡托维兹，我们在卡托维兹想要提高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而且让我们的城市成为一个更为创新的地方。而且我们花钱，我们每次要考虑这个智能花钱。谢谢。非常感谢这些提供的经验。我想所有的人都
有一个目的，希望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公民这个城市里边。那么我想问一下，哪些创新的方法可以在实施，能够改善民众的生活？用哪些方面，尤其是数字方面的一些技术，可以能够改善？那么现在我想请问一下 Mario Skiban， 副。有几个例子我已经给刚才给大家说了，那么肯定是在尤其是智慧城市上面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根本的。我刚才的几位都已经说了各个方面的方法和概念是非常好的，当地的政府和城府，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些城市当中的一些发生的事情，如何用数字的方式展现出来，实现的一些服务是否完成的非常完美，那么这些技术方面的手段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地的自治政府已经有不同的科技项目，用各个方面的需求，比方说预算方面或者税务方面，最重要的是这些系统能够互相的联系，比方说 APP， 有些当地政府都希望能够实施这些项目，那么这些项目的互用性是否现在在城市当中发生的事情，在当地政府的需求是市民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生活的质量是否有所提高，是获得了我们预期的一些要求，在这次瘟疫当中使我们能够尽量提供一些解决。那么我们对将来发展的模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如何设计这个城市，它能够我们需要实施的目标能够确实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这些方法和工具能够向我们提供未来的一些交通的方案。比方说有一个项目叫 Vision 系统，我们知道如何设计我们的道路和公共交通，使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在公共交通方面，我还想说信息的回执对我们来说非常，比方说我们一共有多少的车辆和电车和汽车，这个项目我们有这个项目，这是项目叫西里西亚的一个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如果说使用的非常精确的话，能够使用正确的话，那么就可以使每一条交通线路能够很好的被利用，而且每一个车辆也能充分的利用，这对公共交通当中可以说能够使得更多的居民可以更有效的利用交通体系，这些方面的信息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是需要的。什么是对我们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城市的角度上非常重要的，就是非常重要的对公民对居民的这个信息需求非常的重要，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新的体系，如何交通，如何比方说一些短信通知等等。在卡托维茨也有我们的信息系统，在垃圾回收方面有更多的垃圾需要回收，而且呢居民这个需求也是日益在增多。那么垃圾回收政策在各个国家，在欧盟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方法，尤其是在垃圾分类方面，城市的垃圾回收企业都
在垃圾回收分类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使得很少的一些垃圾可以到垃圾场，而且垃圾都进行有效的回收，对于环境来说影响很少。这也是一些能够整个市民能够积极的大面积的参加我们的一些项目，比方说公民预算啊，它能够在最近几年都已经在积极的实施，使得市民能够积极参与，能够直接到那个选举的这个单位能够参与项目的选举，大家能够投票，通过网络投票等等，多亏了这些方式，能够整个社会的积极参与度有极大的提高，使得这些项目的实施呢，可以说更加的有公民的支持和赞美度。这一类方面的项目，这些方面的工具是我们当地政府将来是需要实施的。我也说到刚才我第一届讲到，就是在第一次，在我们能够积极有效的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加有效，使用更好的解决方法，用更少的资金，更少的能够不浪费我们的资源。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刚才说的。现在我们请David Johnson 先生再说几句话。Sorry, I was actually David, hope you can jump in next in this. David, 我们现在请你采取个立场。我们在这个联合国环境的项目项下，我们在我们所工作的项目，目前它是一个可持续电子发展的联盟，它的就是英文名字是 GOATS， 所以这个 GOATS 它也是跟这个欧盟秘书长所引进的一个项目，这个团队的或者联盟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抗电子排除的这个现象。所以当然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想普及这个电子技术使用，而且我们最大的问题目前就是这个电子鸿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密切跟这些电子的平台合作。所以如果我们谈 Facebook、 Google、 Amazon 的这些大的平台，我们想保证这所有的平台他们自己主动推广可持续电子发展。所以我们想跟那些公司的管理员进行密切的合作，让他们促进那些可持续发展向下的一些活动。下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就是我们想回答的一个题目，就是城市在这个大的挑战方面当中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比如说可持续能源或者水管理、垃圾管理等等等，他们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想知道那些城市之间的区别，就是为了让那些所有的城市采取类似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觉得通过我们今天的会议，我们可以做这个。那现在下一位女士马尔代。
那我想再说，就是再提到这个通讯这一点，我觉得对城市的代表通讯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其实必须要有信息，我们的公民他们如何使用网络。目前我城市公民的50%他们用无线网络连接互联网，那这是一个当然的事情。在这个 COVID-19 的这个大流行病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很多人他们必须要从家里工作，而且在这个造成这个网络的交通它是跟这个频繁率有所提高。这是有人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比如说卡托维兹和捷克的一些代表，他们已经提到了我们必须要加强全球通讯交流的能力，我们必须要保证更多的公民有这样这个高速网络的接入，比如说一个 GB 的这个网络。所以如果我们一起行动，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宽带网络方面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这个电子技术发展它目前是我们社会当中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所有的地区都代表，我们同时也必须要保证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做出投资。如果我们看虚拟的现实，或者扩展的现实，那我们已经有一些软件能够支持那些智能城市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些网络的一些平台他们也可以支持我们发展智能城市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软件或者应用他们应该是更普及。最终我也想说关于这个绿色转型，那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获得更多的信息，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公民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网络，就是说在那些绿色城市我们应该让这个宽带，这个就是电缆的这些网络跟无线的网络连在一起，所以说在这个让我们能够在2030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有那些最先进的网络和最发达的网络的接入。非常感谢大家的非常值得我们谈一下我们目前遇到的挑战，尤其是我们需要推广这个智能的城市。是的，刚才我已经说过一些，我刚才的一些前面的发言人也提到了，我再一次想确认强调需要从各个方面来进行，我们需要把所有各方面的参与者，所有的相关者都加入进来。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的关于在卡托维茨和其他城市实施的一些方案，但是我们应该说这是都非常重要的，这些项目能够在当地的乡县城市的政府，而且很重要的是全国能够共同实施。有一些具体的项目的方面可以需要各个地区的合作，和全国的项目能够互相的融合，所以在捷克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 5G 战略，这是一个 5G 的项目，这是在所有的各个项目相关
相关方面都能够利用 5G 技术，可以互相技术能够相通，而且使得使用人能够互相的使用。不光是 5G 的发展，而且是 5G 的发展能够为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使用。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战略发展，尤其我们的这个在各个不同的层次方面，在一个方面是在一个智慧工业，比方说这个人工智能 5G 技术能够对于社会环境更好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也是能够符合我们在闭环经济当中的战略发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在 5G 联盟当中，在我们希望我们的智慧城市能够更加的智慧，而且我们现在和所有的科研机构、在当地的政府机构能够实施新的数字解决方案，能够使得城市更加的智慧。第三个方面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数字空间的一个安全。当我们在说数据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安全是尤其重要，我们必须要保证教育方面我们把大家的意识能够更加的明显。我们有的市民还不能够在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工作，我们必须要和他们交谈，让他们有更加的有意识。在第五方面是尤其是针对我们捷克这个国家，这就是我们提出的我们的网络的这个覆盖的范围，在我们的整个城市都能够和国家都能够覆盖。刚才我想说帮你马尔塔小姐提出来的女士提出来的这些项目，我们必须保证这个频率能够 5G 的频率呢能够很好的被分配，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概念，我想可能就让我们可以更加有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这种弹性的解决对于私人企业和工业和市政府和地区政府都能有新的解决方法，让我们都有共不同的这个频道。非常感谢彼得。那么在日本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是的，在日本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在哪些方面，在数字技术方面的使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教育，还有一方面是保证隐私，公民使用的隐私，互联网使用者的隐私。那么很多人还有担心在数字世界当中，尤其是远程当中使用当中，用什么方法能够把他们的数据会利用在什么方面，是否被比较好的保存和处理。我们现在在互联网的时代，这是非常重要的是这些数据的保护是做得非常的好，能够这些数据保护能够很好的发展，大家能够给这个技术有更多的信任，使这些技术能够很好的发展。我们也需要保证能够这些信任能够更加的宣传。因此我们国家的政府和各个方面的合作能够提供一个全面的数据安全使用的一个项目。对我们来说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安全和隐私保护也是非常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积极的努力和各个方面进行相互合作，能够建立一个更安全的、更积极好用的一个社会这个数据环境。我们也希望把这些数据能够很好的向社会公开和提供，但是这个方法呢需要得到一个
在各种技术的互通互利方面，和各个城市当中，我也能够社会能够更加的有包容性，更加的开放，对于新的科技，使得每一个人可以很好的利用新的技术，能够处理和利用新的数据。谢谢你的。非常感谢这些意见。那现在当然出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所以最后我想请我们所有发言者说几句话的一个总结。首先，马达女士，非常感谢。那如果我可以总结一下，那从我们的 DSA 单位角度来看，我可以说我们跟很多单位的合作伙伴进行密切的合作，是非常多行业的，也是一些中小型企业等等等。那我可以承诺，我们一直会在这样的一个精神下，进行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能够有更多的利益有关方参与，更多新的公司和单位参与我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而且让我们能够一起解决所面临的挑战。谢谢。现在 David。那我也想强调的就是这个多方合作的重要性，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在 GOATS 当中，我们目前想要准备一些最重要的可持续电子发展的一些主张，所以我们希望明年三月份我们会发表这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文件，所以我们想界定一些最关键的一些领域，想一起努力。谢谢。那所有的人都强调这个多方参与者的重要性。对，我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多方的这个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保证我们的公民他们不怕新的技术，比如说 5G 或者 AI， 这都是让人恐怕的一些技术，所以我们不能允许这些技术就是让人想起一些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提供很多信息，让人知道这个技术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让人不怕这些技术。我们必须要推广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可以告诉人如何这个 5G 技术能够帮助救生命。如何能够帮助，就是进行环保等等等，所以交流是非常重要，跟老百姓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那现在还有谁想总结一下吗？尤吉先生，非常感谢。如果我们谈这个题目，我觉得那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在这些政策我们也有一些显然的区别，尤其是在这些城市治理的这个领域，我们一直在学习，我们一直在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2023年会接待下一个这个论坛，所以我们也想通过今天和下次的机会继续学习。我还有一些意见，所以按照我们的一些分析，2050年之前，城市就是世界3/2的人口会住在城市，所以这个让我们觉得城市对城市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如果我们我们要谈城市的发展，那我们必须要保证那些知名城市当中也有很多绿色，就是说公园等等等，因为这些智能城市的工作它已经在执行，但是我们必须要集中在这个，在欧洲，我们目前在准备下一个欧盟的这个资金的环境，所以这是我们未来几年的一个项目。非常感谢。我们的城市必须非常有包容性，而且非常的对大家友好，对我们城市友好，对我们的市民友好。再一次感谢大家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次论坛上能够见面和交谈。我希望我们明年可以再谈一下我们的重要的议题。非常感谢再一次大家能参加我们的论坛，非常感谢。